本案系周姓嫌犯与其刘姓女友发生感情纠纷，于昨日在本辖和平路持水果刀刺杀女友后逃逸，导致被害人当场倒地，送医后不治死亡。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掌握周嫌身份，向桃园地检署申请拘票进行拘提。周嫌自知法网难逃，前往三峡分局二桥派出所投案，求案依杀人罪依请侦办。